咁有個講法就係話劉學強啊坐機車，咁我唔知啊，即係的士司機放工都係坐機車嘅啫，即係 I 唔明平時飛。放工都坐 Audi 啦，開 Audi 唔係放工啊！我今日見到一個啦，已經係啦。佢公寓喺香港都見到，點解咧？我見到個的士司機揸住個的士，跟住拍埋一邊，跟住然之後就去開另一個電單車個車尾箱。咁仲唔係佢？係 sorry 啊，原來劉學強嘅嘢係有可能發生。咁後屘原來佢自己講話搭訕先知佢係日本人。咁跟住咧，佢就話點樣溝通咧，就用筆寫啦。咁我又唔知啊板口啊，我又講個板口 ，sorry， 係井口真理子識幾多日文啊？咁跟住後屘講啊講下咧，佢就話原來咧井口真理子咧就好似我哋呢幾個咧叫做窮鬼咁啦，拉埋你兩個落水啦，啊三個窮鬼咧就去到咧，即係有冇平住嘅地方？咁平住翻嚟先，平住。咁由井口真理子帶佢啲地方到阿劉學強就開架，佢話開架機車啦，啵啵啵啵咁就。去不同地方度啦，咁跟住望下呢間，望下嗰間，咦？呢間嗰個好似我住嗰間咁喎，嗰度幅牆啲油甩甩地喎，呢條友仔住慣日本，即係我呢啲住慣日本咧，唔慣啲油甩咗，就嫌佢瑕疵有啲瑕疵，跟住好似我呢啲尖尖油入對，開個熱水喉，咦？啲水力唔係好夠喎，同埋啲水唔係好夠滾喎，即係我係投訴翻高雄少少啊。咁咧，因為我中意啲好滾嘅水龍，好勁水力嘅嘢啊嘛。咁井口真理子水力唔夠，同埋唔夠熱，這個我作啦，當然係。咁但係又要平，咁搞唔掂噶嘛。結果咧，你知唔知個女結果點樣處理佢嘅住宿問題啊？井口真理子，咁劉學強，咁當然搭訕佢見帶佢翻屋企。係啦，咁劉學強話咁啦，井口井口小姐，不如就嚟我屋企住啦。咁你？阿光少，你覺得井口真理子一個單身女仔，去到遠地，去到高雄嗰度，你估信唔信呢個劉學強？即係佢唔知佢咪留過學嘅，咁就係佢話不如住屋企啦，但起碼平喎、啊。你信唔信？你認為井口真理子會唔會聽佢講去住佢屋企咧？我覺得就佢真係好單純咯。如果咁樣，你人哋陪你玩一日，跟住你竟然就話翻屋企，係亦都 OK 喎、啊。是即是如果在这个年代如果他 OK 就很单纯什么年代先坦白说你讲90年代我们都是在那个行业走出来啦如果真的要写一个这样的剧本呢我想总编都掉回个剧本走的啦是不是即是不信一个女仔不合逻辑的嘛是会啱啱相识玩一天陪陪陪你我觉得这样成立的如果刘学强的样子不是刘学强他是金城武这样的样子那我觉得整件事是会不一样的金城武都是懂国语的嘛那我觉得整件事是是会妥当很多的。陶杰都是我隔壁的。有人说似张感情。是但啦。那结果呢结果有人说打死都不住有人说。但实际上呢井口真理子说咦那平游、啊。即不是寄信的平游、啊。那我平游台湾、啊。OK、啊。结果呢他就真的住了刘学强的屋企。我想經濟都是一個問題的很多可能是經濟問題很多玩即是、一個人去我們 俗語所謂的窮遊的人呢即是譬如好像這兩位有時放心我踩埋你們我踩埋自己我們三個窮鬼去到、是搞到你們兩個是兩個男人是共處一室咁我哋一開頭就講咗話窮遊㗎啦，起身就咁我就已經記住喺我體驗生活啫，係啦，咁啊冇辦法啦。不過我就知道，我依家識緊我有個同舊同事，佢依家又係單身女仔，依家一條友就喺台灣度還緊賭，咁佢都係應該周圍去揾啲平嘅地方住嘅。咁有時當你窮遊嗰陣咧，就會將呢個咁嘅概念咧，就蓋過咗你其他嘅例子都唔出奇。得罪問一句咧，位小姐個樣係一般啦、啊，靚啦、啊一般以下咁係點咧？哇！他會不會聽節目㗎？冇啦，咁唔好答。其實咧，你咁樣講問咧，其實已經答咗嘅。係都 OK 嘅，都幾好的、OK 嘅，都幾 Q 嘅、okay。即刻翻鬥，因為、其實佢頭先所講啦，佢個樣普通啦，或者普通以下啦，或者係高咧，係完全同佢危險指數係成正比㗎嘛。即係佢越靚，佢就越危險。under 條平均線咧，其實佢係相對安全。咁我講落去，準備講落去，劉學強同阿井口真發表個樣係。你依家鼓勵緊啲即係。below average 的女士可以試多啲呢啲，唔係即係嗱，我覺得咁講啦，如果係極歪嘅咧，
嗱，即系我唔会话边个。如果你自己认冇嘅极歪，我觉得某程度上系天然防狼器。使乜极歪啫？即系我问翻你两个一个问题啦。系，如果调翻转有个女仔话邀请你去佢屋企，去到嗰度你会唔会去啊？又系咩样？我就唔去啦。咁石原里美咁样，我呢个世界边有咁着数嘅嘢啊？我就觉得，咁可能石原里美落咗妆都系有个谱，我觉得即系本身，除非我系磁力王咯。如果唔系，我唔够胆去人屋企咁瞓。即系譬如举个例，你石原里美，你有专家信嗰啲，你一个局。你個局個底中啦，係咪啊？即係你覺得底唔底咯？個 point 要哦，得冇嘢講。係係，即係原來你兩位個防備咁大，不過我係so far冇中過呢啲，因為我未遇過呢咁樣。唔係啊，你真係要小心啲啊！你藍袖狼嚟噶嘛？唔係嘅，冇事嘅。